主料田螺500克，辅料干辣椒25克，八角一个，花椒蒜瓣5的七八，盐食用油味精料酒姜15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田螺剪去屁股洗净，准备好红椒干、生姜、花椒、八角，热锅冷油下姜片爆香，下田螺爆炒，同时调入适量料酒，加入一大碗水，调入盐、辣椒干、蒜瓣、花椒、八角，煮开后中小火慢炖，待汤汁干，调入味精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田螺下锅炒时，快速加料酒，肉会好吸得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